接觸咗談判組佢哋呢個部門之後，其實我就發現知識嘅成傳都係好重要。我哋嘅工作咧，其實危機談判每一刻咧，其實都好多負能量。咁正正咧喺我哋嘅訓練裏面咧，要將我哋嘅談判員要預先有個好好嘅心理裝備。學無止境的故事二，星期六晚7:30，開 TV 77台。